行机密安全列印，确保文件安全不遗失。传输使用 TLS、SSL 加密协定，强化资料传输安全，提高公司资料保护力，降低骇客窃取资料机会。连接公司内部 AD 进行身份验证与使用控管，杜绝非授权人员使用装置。透过主动式弱点扫描，强化事务机与其他 IoT 设备安全。透过事务机列印行动装置内的文件档案与照片，透过事务机扫描纸本文件档案至行动装置储存，透过行动装置拍照截取纸本文件影像，并同时转档成 PDF 格式。透过行动装置可以远端操作事务机功能，以减少非必要使用接触，保护企业员工安全。办公防疫新形态，